同盟会这个名字常与 English 连接在一起，其实它跟 Evangelism 有更深的关系。出生在西雅图的同盟会一直很喜欢音乐，原本有机会领取全额的奖学金到纽约音乐学校来就读，但12岁所立下的心愿到华人地区传福音，让他决定在21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因着战乱，在上海、兰州、安徽、安庆、香港等地边学中文边逃难，也不忘传教。23岁来到台湾，而且居住在花莲的后山，跟原住民生活在一起。当年啊，彭老师在花莲的时候，他就发现了那里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除了听音乐也喜欢听广播剧，所以彭老师想了一下，哎呀，这是最好的传福音方式，所以他就回美国去募款，买了一些的设备和器材，把自己的房间呢腾出来，然后打造成录音室。就在那里呢，他邀请了很多主日学学生啊，原住民的朋友啊，说说唱唱，他还吹小号，跟大家一起就做成了台湾最早的福音节目。我很高兴在2001年的时候，陪同当时的内政部长余正宪颁发我们中华民国第一张永久居留证给彭孟慧老师，这是我们朝野立委没有任何的争议、完全的共识，然后通过的法令。我也很高兴能够第一张颁给了彭老师，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年纪成长的孩子哦，大家学英文最好的老师，而且也是开启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所以我能够在我立委任内能够通过这个法令，而且把这个永久居留证颁给彭老师，是我一生的光荣跟骄傲。但是彭老师讲说他更光荣更骄傲，因为他热爱台湾这块土地，更超过他自己的出生地西雅图。但是他在台湾的努力，他的故乡西雅图也看到了，所以在去年4月2号还特别把这一天定为彭孟慧老师的日子。我觉得好高兴哦，他的故乡还有台湾也是他的另外一个故乡，大家都很尊敬他，都给他最高的殊荣。 Mayor of Seattle hereby declare April 2nd, 2014 Doris M. Brown Day in the city of Seattle.Today is your day. Yeah. 他常常和其他英文老师到各地办活动。我记得有一次他到我们村落来表演，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大老远从台北，哦，不是，应该是说从美国来到光复这个地方来演奏小号。我想他永远不知道，30年前那一场音乐会，一直到现在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彭老师很喜欢音乐，他觉得音乐是一个国际的语言，而且可以把感动深植人心，所以他就在60年代的时候成立了天韵诗班，在世界各地呢传唱福音。到了70年代后期，就是校园民歌盛行的时候，那他就非常鼓励团员创作华文的福音诗歌，一直到今天。算是全人类的历史 History 原来是 History 圣诞时节开圣经在民国50年代，第一个用广播方式教英语的节目，就是彭孟慧老师的空中英语教室。那时候有很多人想要出国留学，都是透过空中英语教室来学习。该节目的特色
就是邀请外宾上节目，然后选定好主题之后，由学员跟彭老师和几位外籍老师用英语访问交谈。彭老师教学的方式是不但要学生能够开口说英语，还要实用有趣，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轻松学习。3 years, what class do you enjoy the best? I enjoy the best, it's basic studio class. Oh, basic, that's good, because I teach basic, that's good, thank you. Goats have kids, like people have kids like me. And you. 在那个时代，一般人要学到有趣实用的生活用语机会不多，所以当空中英语教室一推出就广受欢迎，不止学生、空姐，还有老师、官员、大企业家都纷纷成为空英的学员。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空英已经把这些学员的触角延伸到国外，这群学员有很多后来就成为把台湾经济推向高峰的一群，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常常来空英拜访彭老师。彭老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热忱是英语教学界的楷模。我们那个时候年代因为资讯的不足，大概我们都是用空中英语教室在学英文，然后再出国留学。我想马英九总统、胡志强先生跟我们大概都是靠着空中英语教室在学很多跟我们课本不一样的一些英文。我们的英文能力还算好的原因真的是要谢谢空中英语教室。彭老师的脑子非常的求新求变，所以有关这个最新的一些科学的方法媒体大概我们在空中英语教室都可以看到，譬如说卡带、CD、网络到现在的 MOD 平板、云端，这些地方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到空中英语教室的节目。What's new to do and who is who? Studio classroom is the place to be. 有的时候我到台东到偏远的地方去演讲，那么我也发现在那个地方我们发现空中英语教室帮了很多很多偏乡的孩子在学英文，让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彭老师不只是教了很多很多的英文，对于偏乡孩子的英文的帮助也非常非常大。彭老师特别喜欢小孩跟学生，常常有学生来参访空中语教室时，彭老师总是会拨开自己时间亲自去看学生，五六十年下来都一样，一见面就给人大大拥抱，鼓励学生用英语交谈，和天韵一起用音乐给学生 positive 的能量，也走到台湾各地的学校办活动。彭老师是我看过最好的老师，非常敏锐，永远知道学生需要什么，所以他因材施教，所以他编的教材非常贴近学生的心，实用。他自己对新的事物永远好奇，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然后很热情地教周围的人，所以我常说他是 searching engine。 他带领空中英语教室的团队不断地创新、更新、求新，就是希望编出最适合华人的英语教材。我有很多机会可以用英文跟音乐去分享上帝的爱，但是一个人真的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很谢谢我们有一个团队也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in society and people's lives. Whatever we do needs to be done in love.